就虽然整件都是一样素的，可是它有很多设计的一些巧思。然后这件的话，我先直接给你看，它这里是可以开扣补，还有做个扣直接做暗扣的，这样看到这个是直接可以做暗扣，是可以开扣补。然后全白的话也很漂亮。刚刚那里是不规则下的，对。那我现在这个话是整个是那种蕾丝吧，有点蕾丝的感觉。对，整件是布蕾丝这样。哇、哦，这个也好漂亮，感觉很重，质感很高档哎、欸。对，重工的感觉。这个蕾丝你有看到吗？人家质感是非常漂亮，很高档的感觉。哎、欸，它下面这布料好滑，好好。嗯，整件都是滑这布料很好，这布料很好。不是整个都是，不是整个都是蕾丝那样很无聊。你看这里还有拼接，这样看到吗？看到三条线那种拼接，所以其实放下来它就会有那种不规则的造型的感觉。里面有内里到里面有内里，变得尴尬。大家投票一下。头袖也不太一样，头袖不一样。对，我就是比较，我觉得好像女生一点，因为它的 Remy 这件如果下摆已经很散，手袖如果又做这样，好像就太 over。而且它是这样扎实的，它不是那种很薄很薄很容易破的那种，但这种洗的那还是要反破了，对，洗带不要勾破了，对。那我黑色我来比一下。黑色感觉也可以出席一些很重要的。我们昨天曝光的是黑色，可是你穿米杏色看起来好年轻、哦。它是这样一整圈的、哦，一整圈松紧带，所以是松紧可以到蛮大，它不是只有后面做，它是连正面都有，就弹性还蛮大的。5509+1哈，是5509+1，这样看到吗？那我来现货。其实不绑带也很好看哦，就是懒得绑的，我觉得就是这样也方便。连身上的货号叫 C 5509哈 ，C 五零九。对，